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洛洛，欢迎收看《跟着夫子闯世界》第27集。找个地方把这些门立了吧。好嘞，我去外面找找。门在那边，那边。我的天哪，这都能迷路。呀，地心人，得来全不费功夫，杀！哎妈，被野人一棒打死了。天哪，我被围剿了。哎，我又死了。我本来是想叫夫子救命来着。嗯，要气死我了，这一个个的太嚣张了，都打到我家门口来了。死了吧！哎呀，外面很热闹啊，还活着吗？哼，不理你。好了，不生气了，我带你去杀这些人，为你报仇，行不？好吧，看在你这么有诚意的份上，我就原谅你了。哎，不原谅不行啊，我怕死。夫子，你，我知道了，原来你是想把我骗出来杀了我。嗯，我要回家。哎，别呀，我错了，我这不是脑眼昏花吗？我不是故意的。哎，你小心点。不许抢我的地心人，我要枪。有了枪，我就不需要你保护了。我一个人出去闯世界。好好好，我不抢，我走开点，你自己小心点。诺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要不我要是先得到枪，就给你，我不要了，好不好？哼，我自己也能得到。是，我家诺诺最厉害了，那以后不让你干活了。你说的很对，你是女孩子，应该娇养，以后所有的活我来干，可好？我哪敢呢，我矫情着呢。没有的事，你特别好，以后所有的活。好嘞，成交。这就答应了。我怎么感觉被套路了？耶，搞定！从今往后，在这个世界，我就可以横着走了。哎呀，真是世事难料啊！前几天还被人说矫情呢，今天可不就送上门来了。我怎么感觉你很得意呀？被你杀了我还得意？你太过分了！我先哭会儿，别跟着我。哎，不是，总觉得哪里不对呀。在外面转了一圈，我也没想好把地心门放在哪里。一回头就发现夫子在调戏我的化石农，这个没出息的，一根骨头就把你诱惑成这样。回来，哎呀，都不听使唤了。话说哪个才是我的呀？哎，找到了，干活去。咦，这个平台就不错呀，把地心门放在上面够气派，最主要的是离我家近呢，以后铺条铁轨，其他的人过来也很容易。就这里吧。可以了，但是这里这么堵，怎么下去呀？我上上下下的还要浪费火箭背包，很不划算的。要不我还是做个台阶吧。可以直接铺铁轨呀。这么堵能行吗？试试不就知道了。那好吧，我们去准备材料。才一会儿的功夫，天又黑了，又是一个月圆之夜呢。照样还是出去杀地心人吧，这一次我就离夫子远了点。虽然上次用苦肉计换了天大的好处，但是再用的话就不灵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喜欢我们的朋友别忘了关注、评论、收藏、加点赞哦。拜拜，我们下集再见。